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呢要来拍五支影片，然后其中一支就是这支 Vlog。那我们的导演跟摄影还在架光，所以我就先来做个开场。然后今天比较特别的是，其中一支影片是要评测最近新出的饮料，新饮料就是那一条街很多饮料店有七家，然后我们直接全部都买，所以就是有七家饮料店的新品，长这样。好，大概先这样。现在刚拍完第一支影片，然后我们这个光加的非常的漂亮，这是我们的摄影师用这来拍，然后这一次很特别的。还有这个提示机，很喜欢，从来没有用过这个东西，以后都要用这个东西了。用过这种光之后，就回不去自己在家里随便拍的影片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口都非常的渴，这边有可能20杯饮料都还不能喝，因为这是下下支影片。现在要来拍 iPhone 15的，就是使用心得。再讲讲它里面的 S7 Pro 芯片，我们发现是完全不同，就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它有。刚刚用了一个很好听的，就是录 Podcast 才会用的这个，人生只用过两次，是第三次，很好听。但我觉得它录我的声音偏娘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来拍饮料了。终于可以喝，我已经笑响一整天了，口非常的渴，录了两个影片都还没有喝东西。然后 这位是我们等一下不还没问名字哦。然后这一位是哦，我是纽斯，纽斯，哎，我们等一下录那个一个 podcast 要跟他一起录。好，我完全不知道干嘛。你讲完了吗？对啊。哦，我想说你是 YouTuber， 你也会讲一些东西。我会讲话，但是这个没有开头，要从哪里开始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 Podcast 见。可以帮我们干，刚超级淡定的，你喝了淡定红茶是不是？对啊，他真的很冷静哎，因为我就是那种讲话很快的，然后我会在拍影片的时候一直想要这样动来动去，然后他就在旁边可是你刚刚没有很燥啊。哦，我刚刚有想要。就是平衡一下。没有，你刚刚其实一直在压抑，对不对？压抑自己。对，有一点啦，因为我平常就是会啊，就是这样的这种。对，其实可以，其实可以。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么好玩嘛、就是你既然那个 podcast 就是讲一讲可以这样打一下。你说把桌子掀起来。好，也可以。他错了，要喝甜的。好。确定。哦，他今天放飞哦，太近，最近长痘痘。有没有看到？我跟你讲，刚才那个，有看到那个肥胖指数？然后刚刚他喝那个，我去看一下还在不在？还在，还在，还在，还在。欸，我之后就要上表演班了，跟剧组学的，所以我现在要先来练习一个小角色，给我们摄影师出题。刚进黑社会的小弟，然后他正在被老大骂，讲话。啊，被老大骂不能讲话、啊。你要预设一个你的角色。旁边怎么弄你，你都不能看，你都不能推啊。不能笑、哦，不能笑、哦。怎样啊？做错事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不要笑了。没有啊。好，最近才刚看完那个韩剧，有一个韩剧不是有黑道那个异能啊，九龙埔之前那个黑道吗？没有、啊，你都没有人看吗？我有，我有看，九龙埔很棒哎，帅。你要分享一下，斗子比较帅。我比较喜欢走，我喜欢浪漫型的。总之都飞起来这样。你不要跟着我，你不要跟着我，我要飞，我要飞，我要飞。要用那个滑步吗？你看那个，距离太短。平常是不喝饮料的啦，但今天因为有厂商赞助，所以
喝了蛮多的，然后我跟那个摄影师，我们都在就是减肥，这是我的第几天？四天了、哦，第四天，然后是他的第二十几天了，他是六十天的计划啊，我是因为之后有两个代言拍摄，所以临时拟的两周计划。他瘦很多，你转侧面。他原本双下巴超明显，然后他减肥的原因是跟我讲说，拍那个侧照、工作照的时候会很胖，就会挤成一团。这是他的减肥的原因，有没有很奇怪？嗯、没有啦，最主要也是希望身体健康。好 ，OK OK。我觉得你是要练体力，你体力太差了，哦、对体力很差、哦。他好爱睡觉，他每次健身完都要跑回家睡觉才能出来工作。真的，我中午都一定要眯一下，眯个半个小时。体力超差，真的体力很差。年轻人体力怎么没那么差？而且我已经觉得我早起已经很有精神，但是我运动完都还是要回去睡。就是没有进剧组磨练过啦，对不对？赤道。对。那天拍那个某一个剧的时候，好，先不要讲。哦，真累，那时候还断食。然后那时候 Rob 还跟我说，走啦，一起断食啊。好，我说好，就断食。我觉得我那时候也没仔细看名字，我发现靠腰竟然是拍组。拍主持人的节目，我断了，拍了三天，我断了两天，然后两天大家都在煮东西啊，吃便当啊，吃好料啦、啊，喝饮料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好可怜啊。然后某一个人哈，就是第一天，然后就跟我说，我不行了，我要去吃东西。我当天晚上就在吃牛排了，但是我很好，我没有拍照给你，我为什么要拍给你看？超坏嘛，超坏。我想说等隔天再给你看。最坏的。好了，我们期待一下，就是减肥企划，对不对？赞，知道吗？励志，秀一下你的腹肌了啦！不行，现在还没。我在喝那个，然后你跟我秀一下。现在是一块，现在是一块肉。最近在想要不要去打痘疤、打雷射、打掉，但是有点懒。现在在测试声音给导演听。可以，不然就要这样，一定要这样。好，你先。现在在收。应该是这样吧。收笔，赞的。我要有气质，我应该是这样。这么奇怪的运镜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拍完了，现在在场部了，一片狼藉。一片狼藉，没有错。然后这是我们。也是一片狼藉的饮料。那、啊、虽然现在是我的减肥，但是由于今天已经破功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去吃好料的。因为工作一整天非常的累，对。那、啊、我减肥，我明天会继续努力的。是吗？是啊。是吗？我的对焦为什么一直乱对啊？坏掉了吧？收啊！靠腰。收啊！收。等一下，我调一下。现在来吃这个烧烤。跟那个火锅两吃，真的舒服啦！我们一个礼拜吃两次，知道吧？对啊。